如果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睇自家兄弟频道，我系阿汤。今次咧都系延续翻上次啊，我哋 Panda 同阿罗文一齐去咗前山呢个世邦装饰广场嗰边去考察，去睇一睇咧啲装修建材嘅价钱情况等等啦。咁今次咧我哋延续翻呢个话题，就去咧隔篱嘅居然之家入边啊，了解一下呢一个咁大嘅家私电器城到底里边一啲产品价钱品牌又系点咧？咁依家我哋交俾 Panda 同罗文带我哋入去睇睇啦。喂 ，Panda 点啊？睇完一轮之后，感觉上成个家私城世邦家具二号馆，我哋头先睇咗，有少少头大。头大咩头大呢？即系应咗我妈咪嗰句话，食米唔知米价。食米唔知米价，即系证明你啱啱初出茅台喎，初出茅台喎，初出茅台喎，初出茅台喎。系，即系就讲个橱柜嚟讲啦，每一间铺咧，佢个报价都唔一样，就你都唔知呢个市场价咧，大概咧系呢一个价定系呢一个价，即系分唔清咯。系，通常橱柜就以米计嘅，以几多米，跟住咧你下面个橱柜位啦，跟住上面个吊顶位啦，咁佢按米计咯。咁你一般报价就2000蚊，甚至乎3000蚊都有。系啦，即系如果你厨房系三米嘅，咁你咪三米乘2000蚊，即系成6000蚊噶啦，斋个橱柜。咁你头先你行咗一轮啦，你其实大概知道就唔同公司都有唔同计价标准嘅，系啊，咁亦都好花你时间嘅。系，即系装修我真系一件好费心思嘅事。系啊，跟住嘅话我自己都唔识一个道理，就系。佢上面标嗰啲价咧，唔系个真实嘅价钱嚟，一定要问。系啦，系啦。再折上折，你就同佢磨一磨，佢会再平啲。啱啊，啱啊，啱啊！因为你都知道，你大陆生活就系有好多原价嘅折扣价呢样嘢。系。所以啊，都要行多啲咯，睇多啲咯，系啦。一定唔好心急落手，一定睇多啲先。系啦。咁后面仲有另外一间喎，居然之间喎。系。咁我哋一于过去嗰边望下啦，再好冇？在外面看一看先啦。咁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咧，買燈咧要過到中山順德嗰邊買，咁其實係咪即係差價咁多咧？嗱，燈飾呢方面我又唔算熟嘅，我自己就唔熟，因為都係女人考慮嘅著眼點嚟啊，即係女士著眼點，男士就冇乜點研究，所以要靠阿 Panda 你去研究一下啦。我都唔係好識其實。佢呢個幾靚啊！呢、這個3600，好睇唔好用？唔好用啊！啊，謝謝。你呢啲適合大，適合啲大高頂咯，係。好似呢啲嘅話，就肯定要複式嘅啦，先可以用得到。係啊，佢呢個可以調高嘅，其實可以好似我哋問我依個做咗一陣。誒、欸，我想問下咧，好似呢啲咁樣嘅吸頂燈嘅話，大概幾錢啊？呢種誒，呢只大圓柱嘅話，去到係2800大圓柱。佢有幾種顏色？有三種顏色。即係白燈、黃燈同埋暖燈。係。丁仔。沙發多，紅木傢俬多定係沙發多？我自己通常都係沙發嘅啫。我都，但係咧，可能紅木咧就會襟用好多。紅木襟用啲啊？紅木硬身啲喎。地櫃一條街喎，望下先，看一下先。
呢、這個薄切切薄得滯，摸得出嚟嘅咩？呢啲摸到啊，呢個咯，白色嘅咧。我屋企就我屋企係似呢只顏色，呢只係啦。呢只我中意個昆納塔啲咯，好打理好多咯。嗯、我中意呢啲樹紋色，我個人自己中意樹紋呢只、哦。白色其實都得㗎，呢只白色呢只都幾靚。呢啲就我就覺得好老土咯，係我都係。呢、這個好傳統、好舊式嗰只顏色嚟。好似呢啲咁樣個色，真係就覺得唔得啊！真係唔得。原木色呢只，嗯，階磚咯，瓷磚就另外一個 style 啦，全然。OK， 好。板材咧都有分嘅，板材系睇佢个厚度啊，知唔知啊？诶，系喎，板材睇厚度啊，即系啲木板，嗯哼，睇质素啦，睇厚度啦，都会影响个价钱咯。颜色就反而我觉得唔系重点，重点嚟嘅。$400一方，有咩店铺呢？第一眼见到嘅香港希美同香港海马床垫，床垫咯，芝华士咯，芝华士床垫，睇你买唔买床垫啦呢啲，呢度全部都系贵嘢嚟嘅，感觉上系。入去望啊！都好大喎呢度，四層喎，五層吧。嗱、啊，你啱你啊！呢度芝华士，嗱，其实呢个居然之家可以拣到嘅家私啊等等，真系相当之多嘅。建议咧，如果你嚟到咧，真系慢慢睇，慢慢格价啦。咁因為咧，我哋以前咧都遇過一啲嘅 sales， 就有機會咧盡可能地上你留喺佢間鋪裏面睇曬所有嘢嘅。不過精明嘅你當然唔會咁蠢，就俾個 sales 咧帶住嚟行啦。自己一定要比較多幾間鋪去睇真啲嘅。但你揾得好靚仔，華仔代言嘅話就預咗唔平噶啦，呢啲萬二啊萬三，呢啲係一套嘅價錢，一套咯。你媽呢度6200，頭先你話做嗰個電視櫃，成一米啊嘛，三米佢幾多錢啊？900蚊，佢話900蚊一平啊嘛，係係咯，咁咪9×32700咯，咁呢啲現成咪6000多，咁但係佢有大理石。中千板也好、你看一下嘛，英国灯笼服装做乳胶睡眠，你叠一下。床，买床。嗱、啊，呢啲地方就啊贵嘢啦。咁都系现成。現成看看有什麼傢俬，這麼多人誰想看，這一套顏色的話沉得滯，是啊，這裡有兩套，看看媽媽3米4，
布蘭卡梳化，嗱呢啲我又中意啦，呢只即系大理台面同埋呢个石嘅，唔系佢唔好，唔系个款我觉得 OK 咯，我自己。哦，3600呢套包凳吗？应该包凳就另外另计嘅，另计嘅，通常只系一张台，净系一张台系啦，3000多蚊。OK。凳就最便宜就100多蚊咯，贵嘅话400-500蚊都有，佢逐张同你计数。咁当然你肯买，你当然要讲下价啦。我肯定啦。系啦。其实咧，我个人认为咧，床垫咧一定要买好噶。床垫系。因为一定要瞓得舒服。如果你即系你瞓觉都瞓唔好嘅话，休息唔好嘅话就。你冇精神去做嘢噶嘛？你就係一日嚟冇精神嘅，所以我個人認為嘅話，就床墊會比較重要。呢個都幾靚嘅呢個。嗯，呢個幾好睇，比較現代。估下咩價錢？呢一張台嘛，揸係啊，揸呢張應該冇啱啱嗰個貴吧？貴好多啊！嚇，真係㗎？幾錢啊？佢呢個齋鐵架定係咩？六千幾啊？哦，六千。呢个是铁柜定系咩嚟噶？佢呢个，呢个。嗱，大家咧都可以由我哋拍摄嘅画面里面见到咧，呢个居然之家入边系非常之大嘅。其实你有心揾嘢咧，分分钟行半日嘅。亦都可以咁讲啦，如果咧珠海香洲区呢边嘅人咧要买家私电器啊等等咧，就会嚟呢一个居然之家会多啲嘅。如果是西區那邊的新住戶呢，就會是選擇博王那邊的家私城的。來到最後的部分呢，我們就交給我們的攝影師帶大家看一看呢，這裡部分品牌包括雪櫃啊、床啊，或者是其他組合櫃啊，以至到呢一些紅木家私的價錢大概是怎樣了。那現在跟著我們攝影師的鏡頭去看一看。今集我哋嘅内容咧就到呢度啦，下次我哋再拍一啲相关嘅另类题材俾大家睇睇啊，下条影片见。
自家兄弟呢条频道同团队一直以嚟都系发掘楼盘嘅最真实一面俾大家知道，我哋都会用最专业嘅角度同观点去同大家分析每一个楼盘嘅利与弊。除咗拍摄楼盘最优美嘅一面之外，我哋嘅服务包括专车接送、办理认购手续、签约等嘅跟进，以及喺客户冇办法到现场嘅情况之下，帮客户购入心水单位。一直以嚟都将观众同埋客户嘅利益放喺第一位，无论你系即时有意去购买，亦或系想咨询意见，或者系想获取楼盘嘅资料，都欢迎你透过影片下方唔同嘅方式联络我哋自家兄弟，我哋希望今后都继续能够帮到大家。未订阅我哋嘅朋友，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